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等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鼻子在面相中主管的是一个人的财运，代表的赚钱的能力大小。若是鼻梁歪斜、鼻孔外露，这样的人对金钱的欲望比较重，容易走歪路，赚邪财，花钱大手大脚，没有赚钱的门路，常常是走一块算一步，不知道规划自己的发展，赚的少，花的多，只能受苦受累，甚至想要不劳而获，不肯付出，受穷也是活该。而且鼻孔外露的人，身体健康也会受损，尤其是消化系统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